今天心情怎么样？那昨天有睡好吗？今天不然天气非常的晴朗，啊，我心情嘛有够好诶，佮看到咱的人民拢主动自发，一早就出来投票，展现咱台湾民主在选举过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投票行为，所以很开心。大家用咱的民主来选出咱想理想的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，以及立委，还有党票。那更重要的，我们需要的是选举的过程如何纷纷扰扰，选后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团结，面对台湾的未来。有带什么幸运小物吗？幸运小物我平常时都无咧带啦，不过哈，这段时间我的幸运小物还真多了，我身上都满满的。咱入一个民众哈，一直拉着我的手的幸运符号，你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以前拉的幸运符号，现在会换了又新的，所以我的幸运符号都在这个地方。你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充满着他们的热情，以及给我满满的疼他，也期待台湾的未来更加好，也幸运小户。我的三个女儿跟太太昨天晚上就在造势场合哈，一直给我加油打气啦。尤其在昨天选举过程告一段落以后，啊，我登一出诶，我三个女儿就买了一大包的盐酥鸡，就陪我聊天聊到晚上一点多啊。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他分享他的工作以外，因为这段时间很忙，分享工作以外，也给我爸爸一个充满着一个鼓励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这段时间真的非常的辛苦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棒，我们都以你为荣。”投票完，来抓你哦！投票完，我会到选办去看看我们最辛苦的同仁，因为这段时间他们跑遍了全台湾好几趟。为这一次民主选举的过程奉献了很多的心力，我足感谢伊，所以我也去感过咧。我可能会买一些大家喜欢吃的，年轻人的珍珠奶茶啦，还有一些饮料，给他们鼓励鼓励。